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呢，我们来煮一只小烤啦。首先，将它的两组对角分别对折。将这两个角分别向内翻折，横向过来，将它向两边翻折。向着边翻折，然后这个角将它向内折，同时呢，将这个角向上翻折，把后面的角向后面翻折，然后加上眼睛，鼻子。好啦，那么我们这只小考拉就折好啦。喜欢我的栏目，请订阅关注我们的淘趣工坊。那么我们明天见喽。